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明哥大叔哦。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哦，金鸡年新年快乐。那东门新一肉铺在板桥慈惠宫这边设了一个临时的摊位哦，有卖红油抄手，通常他们产品都是只有卖冷冻的，那现场的很少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有机会来试试看他的产品哦。好，那我要水饺一份跟抄手一份，可以。对。要盖子吗？啊，不用。不用盖子。哎。水饺要辣吗？啊，要。要。哎。选我的是120吗？两碗是120。哎，好，那行，好，谢谢。加了一个水管，有小。好像是有大骨汤的成分，对不对？对啊、有大骨的香味飘出来。
一圈。你们这个摊位是每一年都会有在吗？没有，就新年啊、哦，不一定啊、哦。就今年他新接的。啊、哦，新年啊、哦，今年新接，啊哈。好，地上的叶子出来。
要。要要辣吗？啊，要。要。嗯。这是第一张，第几张？嗯，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我看一下可能对大家。